心拍。好了没有啊？别打太多。准备啊，四号转椅开始旋转。转椅停了，你就自己出来啊。我要那个瓢。这个可好倒啊，我也是上过转椅的人，这个可好倒。我怎么那么晕呢、啊、什么都看不清，只能看到腾哥的脸。哎呦，这么多水啊。你看看有搁盆里的多吗？瓢还是老的辣，是你的瓢里多还是哥哥的盆里多？哥，我不弄你，不弄你，不弄你，绝对不弄你。我到了。嗯。危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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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久不见。太热了。吴桐，浙江卫视的各级领导们，如果还有下一季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我话就说到这儿。哥，你看，去其他卫视去。我怕是你去其他卫视。假装一个口误，给自己的后路都铺好了。腾哥去处理一下麦啊。去吧，哥。哎，我们问问那个，一二三都还没试过呢。一目了然了，一目了然了，就四号无疑了。不是，那关键你刚才那个贾玲出来的那一次和小童出来那一次，他俩的程度是不一样的。但他自己手里其实有个按键的，他按完他就停了。每个人的耐受也不一样。不要再套我们话了，不是你们。